再过来是我们的杰出校友啊，鄂宁镇的镇公所蔡都非常重要的我们学校的产学合作的发展顾问啊。那第一位是我们全国文化县中药商同业工会，也是我们永盛一加一啊大于二的这样子的一个加值效果啊。那此外呢，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彰化县地方创生的推手啊，包括了我们鄂宁镇蔡思杰镇长。我们今天呢，大学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呢，来共同举办我们2020的彰化县的地方创生的及一些产业的论坛。那这个论坛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配合政府，也配合地方呢，来积极的推动地方创生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那个地方创生主要推动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促进我们地方的产业的繁荣，然后平衡我们地方的一个经济啊。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流失的这个人口呢，回归到我们的地方来为地方的产业的繁荣呢来努力啊。那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大概有56家的地方的厂商来做展售会，那另外呢，我们也邀请了大约有45家的这个企业呢，来共同签订这个我们的产学合作的合作意向书，都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想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的彰化县的地方的这个产业，来促进呢地方的繁荣，让青年能够就业能够常住在我们彰化，也协助呢解决我们乡镇间的人口的缺少以及城镇乡发展的失衡问题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解决那个乡镇人口流失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繁荣地方的经济。是来自彰化的华尚食品，然后这次呢跟大业大学的教授合作，我们要开发出一些新的可能有保健功效的产品。对，然后我们是来自彰化深港乡，我们的面条从早期是从手工制作到现在已经改良成机械化制作，希望能跟大业大学的教授这边合作出新的产品。专业嘛，然后室内设计，所以还好，而且这个应该是。